样跑啊？爷，为什么要那么早？你忘了，上次我们迟了半个小时，就遇到坐在楼上的那个 Vivian C。我不想啊，每去一次补习就听一次他说他先生有多么厉害，自己生活有多么幸福。亲爱的，人比人会气死人的嘞。我是受不了他整天拿我们的 Diana 跟他的 Cassandra 比来比去。你有什么好比的？ Anyway， 我们很差。我们是不差，但是我们可以更好。人要知足才会快乐。从买车子现在变成买房子了，我们不是已经在当义工了吗？那怎么够啊？如果我们搬靠近学校1公里之内的公寓，我们就会有多一份的保障。需要吗？当然有这个需要啊！我看了有几间都很不错的，都是1公里之内。我记得有一间80多万，还有一间才70多万而已。Yes。上车吧。你和慧燕还没有和好啊？都几天了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公司是有点事，不过你不用操心的。不要因为公事而影响家庭啊！你就哄哄他吧。